好，非常感谢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能够继续的支持我们的下一场的就是情歌对唱的一个观摩上。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说很高兴的得到印尼巴淡岛的黄茂歌友会以及他所有的属位主办这一场中秋节的欢庆会，邀请到我们新加坡杨氏公会文工团一起来这里联办的这个观摩跟交流赛啊。那么非常感谢我们的黄茂歌友会的筹备委员会为我们筹办这项的非常有意义的节目。那么我们今天也要很感谢刚才为我们主持节目的大会司仪，就是我们的陈老师 Veron Chan， 来个同情的掌声给他。那么继续下来，我们的这个情歌对唱是分为印尼巴淡岛的五队，就是五队情歌，新加坡也是派五队啊。那么这个五队的评分标准当然是歌唱是看全面的啊，你们所谓的前面不可以跑拍，不可以抢拍，还有服装总分，我们算总分啊，看印尼组的五组的表现的总分高，还是我们新加坡五组总分高啊？然后最高的那五组里面就等于五组的一个冠军嘞，哈、啊，就是冠军，就是看看刚才看到那个冠军。那么亚军就是不是新加坡就是印尼，不是印尼就是新加坡。我们今天的成绩不公布哈、啊，也不颁奖给你们。我们留在明天的观摩上结束后才来，我们明天将吸引到数千的人来观众来这边参观，因为明天是星期六，那么我们有主办这个大抽奖啊，节目结束后有那个大抽奖，有两支电话啊是属于抽奖的，非常大份的，还有40多份的奖品要一起颁发出去。我们比赛后观摩赛的有5个金牌奖、5个银牌奖、5个就是铜牌奖。下来我们还有分精英奖，还有就是优胜奖，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奖品要颁发，全部留来明天。好，那么我再呼吁我的团员们啊，我们因为很多肚子饿了啊，那么你们刚才等一下十组表演之后不要离开现场啊，我们要带你去坐巴士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进晚餐啊，大家不要离开啊，不然要找你们不懂巴士车停在哪里。好，那么我们就恭请到我们的一位非常资深的杨振杰老师出场，来掌声欢迎杨振杰，也是这一次我们新加坡能够来到这边，就是他跟我们穿针引线，把我们的团队带来这里巴淡岛，跟大家一起欢庆啊。他跟他的助理就是我们的徐嘉荣啊，跟一起精心策划这个节目，还有带我们3天2夜的旅游，都是他们两位为我们安排的。我们新加坡朋友再来掌声感谢他好不好？好，下面我要介绍的是一位印尼的无可公认的一位冠军歌手，那就是我们的苏志扬老师。苏志扬来掌声欢迎这位帅哥哈、啊，前面看很漂亮哈、啊，像男的像女的你们知道啊，看完就知道了啊，开玩笑，是一位帅哥来的啊。那么我们第三位是来自狮岛的一位评委啊，现在正在由我们的杨振杰老师的努力指导之下，希望能够成为一位真正有实力公正的一位好评判，那就是我们的 Veron Chan 老师，来个掌声欢迎。好，我们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我们抽签，刚才抽到编号 A7 号的就是来自
印尼巴丹岛的朋友们，他要带给大家一首《鸡井大吴成言吴太太》，掌声欢迎这两位好吗？Peace.
非常感谢我们的吴成言跟吴太太所呈现的这首非常动听的闽南语歌曲《七剪棒》。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 B 八号的来自新加坡的许月英跟蓝静胜，还有为我们呈现一首马来情歌。我们顺便介绍，我们其实这一对夫妻档啊，在新加坡在十多十年前已经在我们的黄金年华的电视台有做经常的表演，还有歌台秀也经常邀请他去。好，来掌声给我们这一位，很感谢他来参加来我们的这次的情歌对唱。Maria, aku panggil Benar kau pikir Senang aku panggilnya apa? Tapi kepo wanya Apa wanya? Apa lagi sih? Ini malai cien Thank you.
最亲的小女人。贝静老师的要去打分，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伊尼马邦岛的歌友会的朋友，就是编号 A9 号的张小林，还有陈春文，带来一首歌曲《偶然》，来个掌声欢迎。留给我的
邀请我们新加坡的歌手黄雷秀翠带给大家一首闽南语歌曲《选择你》，来个掌声欢迎黄雷跟秀翠宝，来掌声快点！哇，很同情的掌声啊！
谢我们的黄梅跟世翠的精彩的演出。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来自印尼巴丹堡的朋友，他要呈现一首非常动听的一首怀旧的合唱歌曲。当然大家都知道这首是什么歌，那就是钟韵后跟安妮达的无言的绝句。来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给我们的印尼的朋友，请。在这里我还是要感谢我们王茂印尼王茂卡拉 OK 歌友会的筹委会能够安排给我们新加坡的朋友来这里参加这个情歌对唱的别开生面的一场
这个比赛，非常感谢，我们掌声感谢一下好吗？掌声掌声。其实我在印尼主办啊主持很多节目啊，我们的印尼的朋友都是很含蓄的，不敢拍掌的啊，他看到别人拍他才拍，如果别人不拍他不拍的，是很害臊，我们不要啊，尽量的给我们的气氛带上来。还有也要啊感谢我们所有的来宾继续的啊，那么你们心里有数啊，我们无足了，你们自己可以猜是3-2还是4-1，或者是怎样的比分啊。来，我们继续不浪费时间，我们邀请到新加坡的莉莉跟舒服呈现一首印度的情歌，马来情歌，完了现在轮到印度的情歌，来慢慢来。 OK， 谢谢。A3的 A 那丹跟阿行，不甘你哭啊！
我敢不敢看你为一个朋友，我也爱不愿不管看你家己总是目光暗，想要牵你的手手中无心就好哈、哦。我们的 A 男班告诉我，今天同台可能合唱的啊，是他的阿姐、阿老姐还是亲姐、阿贵姐啊？啊，阿姐就漂亮。谢谢。阿姐。阿姐，今年阿姐，你是老姐啦，你就演的龙老姐。OK， 我们请评委三位，刚才的分数不算，而是技术上的问题，要公平的啊、哦，来。我们继续开始，先来个掌声好不好？啊，给我们的印尼土包啊！只想你
精彩的传统的节目了啊！上台这位功夫郎笑丢酒歌啊，不过他唱的一级棒。桃花高中生，给新加坡的朋友桃花过渡。
印尼巴当的好朋友周雅荣跟周妹妹啊，周小珍，周小珍啊，这边写周妹妹，金星果莲啊，来上台，谢谢，来个掌声表示一下好吗？鼓励鼓励一下，好，大家下午好，大家下午好，林凯老师好，老师您好。我的抗体
来自新加坡的了哈，大家就看输赢是看他了哈。来，我们邀请到徐穗跟孙燕姿，哎，对不起，李燕姿，来来来，上台。按照我掌声，亲爱的朋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最后一首了哈，大家准备了哈。
徐穗跟孙燕姿啊，不是李燕姿啊。那么经过了十组的比赛后，我们的成绩将在明天公布啊。这个只有一个冠军跟亚军，没有服装奖跟头功奖，台风奖没有的啊，只是设这两个组，明天一起颁奖的时候才公布。来，我们掌声感谢我们的资深评判，我们的杨振杰老师，好不好？来一个掌声给他，掌声。还有我们的印尼歌王苏志阳老师，还有我们新加坡的大家所亲爱的这位何润灿老师，好，谢谢他们的演出啊的为我们评委。接下来我们也要掌声我们今天的我们的音乐老师。We like to thank our KJ,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for service. 还有我们的音乐系统的老板啊，就是果茶，很感谢他。他有赞助，也有支持我们这个庆典。好，我们新加坡的朋友不要离开啊！我们很快大家集合啊！你们肚子饿了，我知道，我们快点，你们收拾你们的东西，